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已经要万圣节了，请问大家，万圣节都在干嘛呢？我们没有化妆。对，这样讲其实也是不恐怖的，有吗？六 TV。好，对，要万圣节了，请问你们那里万圣节有什么特别庆祝吗？那这一两年呢，日本就真的万圣节非常非常的，就大家都很热闹，对，红，突然间就红起来，对。就是店呢都会有这个万圣节派对啊，或者就是你到东京就可以看很多人在那里就是变装什么的。我们今天要互化对方，对，就是化妆，对，我帮优马，优马帮我，就是特殊的妆，这个，对，丞相，对，我们今天就买了这一个，这是什么呢？它里面就是很多个颜色，就是可以涂在脸上，就是画这个呢。特效的这个妆扮。好，那规则是这样呢，就我帮 Yuma 化妆， Yuma 帮我化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自己不能够看到自己的脸。我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相机我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脸，我要把它翻过来，对，这样翻过来， OK， 这样子呢，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接下来长什么样子。那いきます Yuma， 我画你，你画我， Yuma 开始，开始，噔噔噔，最初は白塗りをしましょう。ああ、こうやればいいのかな。これ最後の白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白塗り。やば。怎么样，大家？ああ、薄いね。うわ。可以吗？够吗？够用吗？问题是够用吗？整个脸。怕。不够用，我们就。我怕不够。啊。我怕不够。哈哈哈。另外，给大家看，给大家看。干嘛？我知道了啦。我第一次帮别人化妆。真的假的吗？真的，我的梦想是帮人家化妆哦。我的梦想就是帮六化妆。六一直不要，一直讨厌。你的不是啊，你的梦想怎么这么小呢？你的梦想是帮六化妆。女生喜欢不是吗？女生喜欢帮自己的男朋友帮化妆，试试看。怎么？不是吗？真的假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也太奇怪了吧？为什么喜欢帮别人，就自己男朋友化妆？很开心呀。不希望自己男朋友是帅帅的吗？练习呀，练习化妆。不好意思，擦了眼睛。不要亲我！眼睛画太多了，给大家看，眼睛画太多了，这里。干嘛？这个要怎么补救？那得，不好意思，这个影片就是我们要互摸对方的脸，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太闪的话呢，要戴墨镜看。怎么我的视线变这么白？你是不是涂到眼睛里面？白いよ。まつげでしょ。まつげについたからじゃない？是吗？まつげにつくと前がちょっと白く見えるだけだよ。很吓人呢。不要怕了嘛。我还以为我以后就看不见了。快点让我涂你。要怎么救我呢？来，我帮你画一个这个。干嘛啦？すごく順調。開けて。不是，这
不是因为我害怕。OK， 好 ，OK 的呢。有一种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感觉，是这样。我们还没完吗？还没完吗？有吗？嗯，完成了！哎呀妈，你画了好久哦！耶！这就是女生跟男生的区别。哎呀妈，你画好久，好认真哦！以后都我也很认真啦。好。那我们要给自己看，要给那我们要看自己的脸哦。好，我们现在手上的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拿起来看自己的脸，嗯，好不好？有吗？好。那我们说三，嗯，一二三。啊！你可怜才艺哥，哈哈，证明你可以，哈哈，太可怜。有吗？我这个很帅耶。我不要这个。我觉得什么罰ゲームじゃん。なんか寝てる時に勝手にやられたみたいなやつ。好像对，好像只是乱涂鸦。这什么？这什么？不是，我要给你看，我是看这个做的。那你見て書いたの？哎，我要画这个有吗？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就画这里嘛，但是失败了，然后就啊算了啦，就随便画。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老虎啊，王。然后这里还有六。有吗？你画很厉害呢。这，对啊，我也那么觉得。很像真的，很像就是。我第一次啊。哎，很厉害，有吗？果然是女生，果然是有吗？那我们换衣服吧。对，我们最后呢，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日文教学。好，我们已经换好妆了 ，Yuma。那先由你登场。登场。噔噔噔噔噔噔噔。拜托你那个是龙子豆豆怎么样 ？Yuma 穿的是这一件衣服，对，然后配上我帮她化的妆，她觉得可爱吗？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可爱。好，那换我登场喽。这是勇者斗恶龙，这是勇者斗恶龙。怎么样？站起来，站起来。对，我这个是这样的。对，它怎么讲呢？看不到哈，就它就是后面呢。对，连身后面有这个恶魔的尾巴，有没有？对，哎，我觉得好好好看了这个装扮，尤玛，你好厉害哦。有没有帮我量身打造的？而且对对对，涂白头发就是乱买的，就是那个吉安的店堂那里乱白，是可以涂白就对了，对，一次性的。这个也好看。对，这个是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呢，这个里面它附送的，对，哎，好。跳起来呢，那个。好日系男孩哦，对我们其实是买算是就是故意买差不多一样的。你看，那跟你们这个眼睛是一样的，怎么样？哦，哎，我这样真的可以出外面了，有吗？我们明天我就用这个妆好了。好，我们明天我就用这个妆好了，拜托你再帮我画一次，可以吗？可以、啊。然后我也可以再帮你画一次。我自己画。我可以帮你画多一次。我自己画。好，对，我们帮对方化妆的结果呢？结果呢？六，失败了，不是失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六来西哟。六不知道怎么画哦，六来西，谢谢，就是很像六，就是我很没有耐心哦，就是一下子就放弃了，对。然后优玛呢就很用心的可以把我画的这么漂亮，这个就可以证明，可以看出我们的性格。好，那影片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有关万圣节的日文。首先，优玛，万圣节，日文怎么讲 ？Halloween。对 ，Halloween 呢，就是英文的 Halloween。嗯，对。那万圣节派对呢，我们可以讲成 Halloween party， 呢，就是英文啦。Halloween party 你行きたいですね？很想去万圣节派对。嗯。
然后呢，我们穿成这样，这一种服装呢，我们叫什么？卡索。卡索。嗯。卡索其实它有伪装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是指便装。哎，便装卡索。比如说，如果对方如果当有日本朋友的话呢，就可以问日本朋友呢，今年何の卡索する？今年是要扮什么样的？是要变什么样的装？嗯，对。然后像我们这一种妆容呢，叫什么？特殊 make。特殊 make， 这个可能大家看到汉字就知道是特殊的妆容。中文我们也是叫特殊妆容嘛？哎，特殊 make， make 就是英文的 make。那大家知道，如果大家上网找特殊 make 的话呢，就看到很多，就是因为马今天帮我换的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很像受伤那种感觉，就是裂痕啊，或者什么有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受伤的，对，看得到肉的那一种呢，哎，我们的日文就叫 kizu make， 对，中文应该也是叫什么？受伤妆容吧，我不知道。对，日文我们叫 kizu make。然后呢 ，kizu make 呢，有的人就画得很恐怖，很恐怖，就很逼真。那我们看到那一组人呢？我们可以怎么？我们要怎么表现我们的这种很恶心的感觉的心情呢？我们可以用 groi。groi 大家听过这个词吗？那 groi 呢，其实它是 grotesque。grotesque。grotesque 的省略语 ，grotesque 呢其实就是外来语嘛，是法语，对，然后省略过后呢变成 gro， 然后再加一个 e 就变成一个 e 形容词嘛，就日文就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一个外来语 ，gro 就是这里呢比较接近，我们可以讲好恶心 ，kimochi ga warui， kimochi warui。那 gro 平时我们还会用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新劇の巨人，私人的那种电影的那种，就是很恶心的。中文呢，这里我们可以翻译成重口味的电影呢，黒い映画，黒い映画重口味，对，進撃の巨人はマジで黒い，マジで黒い。那如果是已经是超越这个黒い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讲口外，很恐怖。万圣节呢，虽然很多人会说画到这样就是蛮恐怖，就是万圣节的感觉的，就是妖魔鬼怪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就只是单是 cosplay。所以很多卖场，就是万圣节的卖场呢，都卖很多 cosplay。比如说，你可以当 Super Mario 啊，就是那个马里奥兄弟啊，或者你可以扮成皮卡丘。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像明天我们会去这个西部亚嘛，那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哎，很多人其实只是在 cosplay。对，其实韩国的看看那些都，也就因为 cosplay 也是卡索嘛。だからなとりあえずハロウィンだけどとりあえずいつもの自分と違う服を着ればいい。そうだ。もういっそ万々ピー。意外大家听不到，意外大家听不到，因为你不要笑，你一笑呢，不是你一笑呢，我就跟大家承认我放屁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笑的话，我们还可以隐瞒过去。啊，可赛，可赛。好，这是优马的万圣节礼物。好，那对，我们说哪里的优马？好，对啦，就是这样呢。对，日本的万圣节呢，就是除了这种妖魔鬼怪的感觉过后呢，如果大家觉得很麻烦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般的，就是扮演什么，扮演角色扮演也可以 ，cosplay 也 OK。嗯，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怎么样，大家？开心吗？那我们明天的影片呢，就是带着大家去 Halloween 日本的西部亚，就这样喽。我想知道你们那里的 Halloween 的過ごし方啊？对，请留言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是怎么过的，啊、你是怎么过的，你是怎么过的？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哦，拜拜。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拜托订阅我们猎 TV， 按这里，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